先生啊，他的口才很好的，一定要看他这样啊，唱
唱歌，哎、欸，你的哭腔还传了很多地址哈、哦，尤其马来西亚最多，完全去几乎想追了，庆黄金也庆完了，想追刘忠了、黄金佑了、魏汉文啊，全部推啊，魏汉文还在，啊，我抖了一下，不是啊，比你更抖，哇，抖到过分了、啊、，OK， 你讲话又不会抖，哎、欸，你如果唱 Happy Birthday 抖了是怎样 ？Happy Birthday。祝你生日，抖音。那我就不会唱这个歌。啊，你试试看我跟。我生日。我跟啊。一二三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哎，又抖了。好，马到人快乐。哇！哥啊，三更半夜你不要看到煎饼，吓死你。不要死，尿尿吗？三个半夜啊！我跟你讲啊，过年不要看到你才对啊！过年那是一来去桂林关，那桂林有什么国台南就有。对对，桂林捡台虎放外面花，太贵了，走。对对，好啦，伊为啥去桂林关诶？乱讲，我唱你听啊！来，叫你听，大声笑笑来。啊，你我唱给你听，林黛跟袁俊。春夜初雨头一天，家家户户挂新年，大街小巷街灯开，我要去拜年。七个龙咚锵咚锵，我要去拜年。听说小姐去拜年，我有汽车在那边，只要开口吩咐我，起来也不难。跟你讲啊，这首歌还好，有另外一首就怪了。新外卖无就餐啊，煎饼的两日看无就餐。伊太贵啊，调料就无办法啦。你心中就餐，所以我为着你，我就挑到你换衫的。安怎呢？我讲我唔捌穿安尼短，我捌穿安尼短。我看到我调餐。袂啦，我看到你换你穿的。你看我脚是唔捌写出来，我咧短脚在做。哇，这换了哦，血液循环会加快。我跟你讲，你又是条歌哦，你捌唱我听。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的恭喜。这个是新年歌。我跟你讲啊，伊就是唱新年歌，我隔壁阿嫂拍伊囝，拍到真热闹。之后，我很喜欢听黄先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我那个年代，我是听他的歌长大，还好有听，要不然长不大。啊、但是你不觉得他几十年代都没有改变吗？对啊，啊你唱歌吼，还能依靠到跟他起点打。没听没听。我是咪行？啊？我是咪行？我是咪行？啊！人家说要走一万步了，已经。好了，你走一万步了，你介绍我认识。看哪个走一万步，有了伤到他的那个脊椎啊，啊关节，要不然走几步，三千步就够了。真的哈、哦，你最好的你赚钱全部省，服装省，你再有钱，你要考上来给钱给他找。被政府嘛，就是了，那全部都落派台来咧，一年花钱，得考无花呢。一定过赚，你开个几万块。对啊，谢谢。开几万块。不是几万块，把你们请上出来，不当了。当归，当归我跟你讲，大哥
哥，我唔是讲话，你穿衫出来吼，啊，我等于就爱捡捡肉嘞，一年底肉落去涂骹嘞，我无法度。这苏衫是二十年前的。这条衫是你穿是几十年前，但布是新买的。哦。啊。哎呀，你不要看这一看就知影，你做旁边布的布来啊。好啦好啦，阿明今日阿我呐无要看你的外表啦，最重要你歌唱了好，我甲你尊重啊咧，你会使伫个吼云顶开个人演唱会真搞哦。唱歌，我唱歌才你唱歌了。你当无事业啊，我都当做事业。不要吼，啊对不？这边排长，你阿明咧包要请你，你都扣掉了，太贪，别人就爱贪就无贪贪啦。你个无，啊你选的都要穿什么？工厂哪里来？阿咪真热啦！我看你出来好赚啊，几十条歌呢，就是这几条出来去的。